歡迎各位球迷收睇由东网为大家带来的精英杯分组赛的直播。今天在釜山道运动场和大家看这场 A 组李文对住杰志的。咁最就係傑志呢邊啦，啊門將亦都有咧，就黃振鵬呢場波咧就放任正選啦。咁後防有羅子俊、啊杜馬斯，五號咧就阿里奧，同埋就95號呢個新星嘅陳俊一喺度嘅。咁中場亦都迎嚟翻咧就19號咧就黃洋大哥嘅復任正選。咁另外仲有咧就4個中場啊，包括67號咧就復出嘅不頓啦，34號亦都係好波之人咧就係巴拉克啦，10號嘅基爾頓，仲有就7號嘅蘇沙就挨左手邊嘅。正箭頭上場大演武之，要衝唔嘅？一路一亂喎。咁啊，趙聰唔就入替啦，抽筋嘅不頓啦。各位先，好啦，快開添啊，蘇澤，仲去到添喎，呢下即係有時啲0-0賽事都可以好睇嘅。係 OK， 係啦，即係譬如上屆應該係傑志有場對富力又好，何子俊。在側去唔去到？片到上嚟啊！丹尼，哇！依度啦，依度咧，今次再踢翻走先。丹尼，好嘢！轉身一個，讓翻去斯文斯頓，再放直線先啦。做翻幾個咧，就係短傳入心，趙聰唔再俾到上嚟，一個又去唔去到？仲加有啲加維蘭養手啦，加維蘭唔到啊！加維蘭二維到噶，可惜啊！趙聰唔俾個波幾鬼靚喎，跟住咧一仔又配合到啊，後上出個波都係咁出噶啦，係幾定噶趙聰唔啲波入，即係完全唔似一個16歲嘅細蚊仔，其實佢啲波入。鄭少君再斜級送上嚟冇用先啦，雖然就中間有兩個黃衫後插緊埋去啊，但係通過唔到，哦又去啦。趙聰唔再劏直線，今次諗住喂俾呢邊，轉嚟呢邊俾丹尼，又係陳俊一，咁一轉身都拉弓咧就出噶啦，咁啊冇隊友接應到，余佩康，哇！余佩康真係要揾佢專門看管住阿蘇沙咁樣，蘇沙移咗埋右落去，又去褪翻埋去左閘，頭先又褪咗埋去咧就右閘嘅有段時間余佩康。蘇沙如果挨右手邊，亦都可以有扣大位嘅起腳機會。以往都入過啲世界波，浪到落嚟一個右腳忍住力吸翻上前先。哎呀，啱俾人蝕翻位，中篤都埋去啊，唔得咯，冇乜事啊，史雲斯頓嘅後上，虎尾腳都出埋添啊！趙聰大戰呢個咧就係劉永生，再逼。有些真係搏足百幾分鐘，咁啊難免個速率都已經有少少下降了，基爾頓再放上前先，啊呢啲波又難搞啲，其實佢成日都係好遠之下中場中路就放一啲地波長波上去。佢又想隊友好攞啲啦，咁但係其實要俾中咧都唔係咁容易啊。係，因為對面守衞只要願意有人飆出嚟散出嚟，就通常都包到呢啲波，途程太遠啊。地波係難搞啲呢波入，誒失咗啦！哦，趙聰咧依下咧有啲摟噶，將成個咧軍仔咧掟咗落地咁滯。咁啊失咗啦，黃浩津嗰度。係，咁我哋廣播台嗰支水都差啲吹走咗啦。好啦，呢邊咪老師。再爆上前先啦！以為有英國嚇，咁咧即係大個仔啦，而家兩個同場比賽睇呢個港超聯啦。我多謝咧，就係德能興嘅你啊嘛，忙到不得了，但係仍然抽到時間咧，就不停支持本地足球，保持4分鐘。佢都係好愛香港體育圈，冇事嘅。阿里奧就挨咗埋去，跟住顏浩峰就趴低咗咁樣。但應該問題不是太大嘅，冇一個好明顯嘅犯規動作，即係大家鬥眼界啫。都係 Anson 啦，今次俾呢邊咧就基爾頓出嘅時間有啲唔準，或者慢咗少少都可以好大鑊嘅。其實好嘢，今次余佩康再封住咗蘇沙去路先，3個人包抄先得啦。
熱情招待。好啊，呢刻就即李文叫做第一位，傑志啊小組第二位嘅球隊。今日晏些少上演咧。